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些不是我的想法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他也不给俺们广告费。谢谢轩轩轩爱猴哥的大火箭，谢谢谢谢谢谢我女粉丝的火箭，也可能不是女粉丝，谢谢轩轩轩的大火箭啊，感谢轩轩轩。看来我早晨不得不给你们一个波波了。要跟剑圣打，小鳄鱼。哎，露一刀，可以接受。来吧，长剑皮孩，我们来个药。打的鳄鱼啊，也就一级能杀了，再也就杀不了。这把有莫甘娜呀，那我不舒服了吗？中单莫甘娜，来个10倍亲密度，我给你开个100倍的，我让斗鱼给你开个10000倍的，你还要10倍亲密度。我让你一天中一个半卡就直接到30级。全是残血啊！哎呦！没想到我闪现过来居然会碰到小丑，居然有个杀口。尽力了，剑圣这刀也就这样了，尽力而为吧。
掉的。哎，好像可以吃成塔皮。OK， 我们走。又是这招 ，W 秒 W 去。说实话，你用右眼都看不出来我放了，这就叫什么？手速与技术。先来个皮孩，你用右眼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吗？都看不清，你只能慢放才能看得清。我按错了啊，才能看得清我的动作。W 与右键同时点，再点一下 W。 嗯，好像不用再点一下。那鱼生了，生了可不好杀呀。杀口在这里呢啊，被我看见了，所以这波这那鱼不跟他打了，我们去找着杀口去。别急，可以找他。这卢仙是什么意思？你妈的你！挺烦人啊。没砍死，差一下。小气那样吧。哦哟，又是杀口。出个暴击。W， 实不相瞒 ，W 刚才我摁了，但是没出来。在他背刺那一瞬间，我摁了。我摁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出来。这波鳄鱼刚把一技能给用了啊，可以上来跟他打。孤立无援。干嘛呀？
那鱼可挺吓人啊。哎，勾引一波。可不可以打？其实可以打，我回点血。鳄鱼把怒用了就可以打。哇，沙口已经乱配置了，沙口。故意给我穿到那孤立无援的位置，沙漏塔皮我要了。沙口怎么会砍错了呢？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真的呀。哎呀，居然砍了一个假的，我没想到。确实是上当了。你也以为是吧？我也以为呢。这个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不应该呀。以后这么的啊，我们以为哪个是真的，哎，我们就打另外那一个。你看到没有？真的，我就发现每回我打的都是假的。我打的小丑，我都打好几个版本了。以前就小丑呢，那个假身，我一打一个准。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我一眼就能瞅出来。现在我就我瞅的那个就是假的，怎么打怎么假。可以接受，这边把沙口杀了还行，沙口800块钱的沙口，那打完龙女没掉血，打不死了，上哪说理去？还要拆我一血塔，你说讨不讨厌？去下了红 buff 找那沙口去。还对呀，先去红 buff。跟我来，这些不是我的。
萨口已经打完蓝了啊。现在萨口想干嘛我们不知道。算了，不管他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来个耀光，出门了。刚才他们五个人没在中路，中路如果是五个人，我会把他们全杀了。去打个蓝捡捡西地吧。哎，走路被杀。我杀疯了。下路给你拆了，来。耀光出啥呀？耀光出西兰刀。这波比再敢瞅一下，我们直接把它拿下。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人有点多呀。哎，那鱼怎么会走到了这个位置呢？把我拿下了，这波主要是给我勾引了，上当了。大鳄鱼也不知道蹲啥呢，打个红的。西兰刀500，差200块钱。有些东西。下路收一波。这波比行啊，波比不杀，这波比不杀可不行了呀，兄弟们！那鱼呢？那鱼呢？我杀疯了！完了 ，W 没认出来。哎呀，把他抹杀！哎呀，我摁了没出来。哎呀，感觉摁慢了，应该是摁慢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啊。这鳄鱼确实是太幼了，不好杀。这鳄鱼，他的护甲。至少能有个150往上吧，他165护甲，不好杀。
那鱼要出日炎了。嗯，荒漠图嘿，真硬啊！这鳄鱼主要等队友杀。这是假的呀，这假的为啥不触发木印了呀？改了。假的不触发木印了挺好，正常假的也不应该算呀。嘿，哎，闪现，哎呀，砍错人了，这鳄鱼好烦啊，这鳄鱼。砍错人了，哎，上来 Q 就砍错人了。要暴击还是要攻击？那就暴击好一点。差了400块，我不出水银，他们家控制还没到那么多。你为了一个鳄鱼的 W 出水银，我觉得没什么用，而且我也不会摁的那水银。来一波，让他们全部回中。说了白送，不信，正好拿下，哎，躲躲躲，刚刚好。